次搬家也是要换，很难找的这个幼语言课的。跟讲的不是三个月，对不对啊？嗯。三个月，有一天他等他来，这样他来他就讲 OK， 你们要拿水龙头什么东西这样把水讲 OK 了，我就买了四桶那个水，来到就做了给我们，这样我就拿回去喝，喝了之后。你知道吗？因为这很健康的东西，我是很相信的。像第二次他会讲要去给他们拿哦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在滨海，他们又这样拿不到，像我这个兄弟两个也不用买了，讲不要买要看。这样第二次见了丈夫的时候，看了我就买了，因为我很相信这个水的东西的。这样我买了之后啊，我就喝了。这样我自己本身就。我的妹妹呀、她就讲，这样好的东西，每次有什么东西，我跟我妹妹分享。妹妹讲，我要买，这样我两个妹妹，就一人买一台，这样我，这样两个妹妹咯。这样我买了之后呢，我女儿也是相信这样喝。这样我本身呢，我喝到因为我一直这样，喝这个水哦，这个水越喝越口渴的我。这样因为听到人讲，我越喝一直喝。这样我妹妹我讲，你这样做怎样做？两妹妹，我都不知道，妹妹眼睛很干，这样她就。要买那个药水，买了药水一个月哦，大概是要300多块，这样一次的买是整千块，这样他就做修讲，他要上关单，关单之后呢，我就讲 OK 了，你要去呢，我知道要拿水啦，要什么这样，他就拿到很多水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他买了个宝罐，叫我妹妹了，我都逼着他们去了，一次去做吓了一跳，这么多水的，这样因为我跟他讲了，他就 OK。这样她的老公又不相信，这样后来拿回去，她就喷了之后，没有这样干。还有哦，她不用买出这么多钱买这个眼药水，因为那个眼药水哦，那个药房哦，她每一次她来哦，她就跟我妹妹讲，有一次他们有个新的 production， 她就讲，给你试啦，这样你来的我会送你，让你来，你每一次买这样多送你几次这样用哦。这样过后我就问她，你用了？不用用了。那她老公就去剪头发。那个印度人讲，安哥，谁玩板娘嘛？这忙啊，日本人不吃板娘。这样我没说，就摸那个头，我的头发真是有这样多吗？这样回去再跟他老婆来摸来看，真的很多头发了哦。第二样就是，因为他有前列腺，小便很久不出来，这样有一次他就喝很多水，还有拿到我们的水的时候呢，他就喝很多水，就是，一直小便。这样到时候有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这样想，他就跟他老婆讲，我不要喝凉水，这样喝就要小便去，又不能小便又很久。这样最后的时候，他就发觉到喝太热吃的水哦，小便是没有这样多，喝那个普通的水小便有很多，但是小不出。这样他就发觉到好像是喝了这个好像有可能去尿片哦，这样他就觉得是不错哦，这样哦。像我就觉得是，像我那个妹妹也是，喝到水是好，还有我的弟弟也是要打针的英雄率了，不知道打多少我也不知道了。现在我叫他来，喝了一阵子，这样我大概是我干一个两个月，他很懒惰，他有时候有时候送他水比较懒惰。有一天他跟我妹妹讲，你那个水好像有点功效哦，一点功效啊，他讲，哇，这个人有良心哦，我跟我妹妹讲，那个医生讲。这一次呢，他再来去验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用打针的。所以你看了，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。我会赶着来做，赶着来说一次，他们挨着这个水，我相信一定要有福气的人才会遇得到。还有，你要用这个水，你本身一定要相信。为什么会伤害到我们？因为这个水啊，会伤到我们，因为是药啊。里面嘛，一直要这个来那个来，就是问题了咯。所以就是最好是我们大家有朋友的，我们可以送水给人家。我们这一次在广东，你有看到有成绩？这一次去到那边，我跟一个朋友讲，跟他们讲，他们一来买舞台，还有一个还等着舞台，所以我要赶着来告诉你，这一次你去一定要去帮他们。可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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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 Jenny 啊，谢谢我们 Jenny 啊。